那只鲸鱼肯定就在这附近。这边。停，那个粉色的珊瑚礁有奇怪的热气冒出来，无论我们要找什么，它肯定在这附近。那咱们最好仔细看看。海底小纵队侦查开始。珊瑚礁看起来有些奇怪。队长，看这个，它的下面是白色的。嗯，让我来看看。这不是珊瑚礁。跳！是幽灵鲸鱼。我就知道有鬼，给我回来！你这个冷静点，呱唧，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对手的实力。他又回来了。怎么了？难道你们就没见过晒伤的鲸鱼吗？这可能是他的另一个鬼把戏，或者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幽灵。幽灵？你说我是幽灵？我是一头座头鲸，我只是碰巧是白色的。很好，但你是粉色的。我背上晒伤了，而且你们在上面爬来爬去的，让我很不舒服。天哪，那肯定疼极了。这都怪我，昨天我在近海面的地方待太久了，被晒得很惨。你都晒成那样了，那就应该在海底待着，远离太阳。我也想啊，但是我必须每15分钟去海面呼吸一次。太阳马上就升起来了，我们必须做点什么，不然你会晒得更严重。我想到解决办法了，队长，我们可以使用100cc 的白鲸专用晒伤舒缓膏。皮医生，是的，队长，什么事？我觉得咱们需要更多的晒伤药膏。再来点儿。